姐夫，你是打算来蹭饭的吧？完了，没成想来一蹭，蹭到那啥干活了。能修好不？那谁知道你这门啥原理啊？没看，没整过这样门。姐，咱俩今天又说好好的。嗯。你看，就你来整的。这个门锁谁上的？我想知道。几十年呢？他那时候他丢看忙吧，应该。不知道。他这个往上不往下了，他得下来。啊，那个不是他整的，那个不知道谁整的。他就换了个把手。下雪下的吧？跟下雪啥关系？冻的。真的像了。不是，之前不这样色的，真的。关门都关不上了，这啥玩意？你这拆了啥意思啊？不要了，你们不说不要了吗？你给我换个新的吧。行了，没事，咱们他出门前啊，我们俩中午出饭。我们把饭出了，把那门给我换了。我出个工还行，出个门出不了。你出工就值10块钱，就吃碗面条。我自己吃点麻辣烫。走吧。这门就这么放着了。那你整完之后你不给走了，你还放着？收拾完吃麻辣烫去吧。里外里完了搭了工，还自己搭了饭钱吃麻辣烫，这门真不行，来年得换。不是你换邢台的，我之前都跟你说了换邢台。换啥？邢台门。啥叫邢台？窗全打掉它，完了换两个大门，换两个地台大门，旁边做一个小的，完顶上做个小那个透明的那个透明小阳。做个拉门不行吗？把咱哥拉帘得了，那玩意省钱。前面那个一站，他家那个就可好了。那天我想问他多少钱来着，就是那个取快递那一站，他家那个门可好了，是不是吗？嗯。按平方算的，几百块钱。他家那个对，那可是。你进屋吧，你去走。咱爸说换拉门，我想说换拉帘得了，更省钱。那你换拉门，你换啥样的？木头咱不行，一脚就踹开了。换玻璃的也不行啊。这最起码咱还有个那个，这个叫啥来？这个防弹窗不要了，这个来年打掉它。这个拿那农村小料用，完我说安一个邢台门，完了边上再给你做个那什么，做个铝合金的那个卷帘门，电动的。行，你就做就行了，你到家整就行了，不用给我打招呼。这都说定了，势必没错。大成说给我们这个门整完了。我那10000多那是。那你做的那么轻飘飘，就感觉像10块钱似的。不是，我给你出的是方案，我你光出方案不掏钱，你出方案干啥？干修门。我姐夫一个方案欠下10000块钱的债。修门修10000块钱机会出来了。修了。一计划欠下10000块钱债。不止10000块钱，还得搭着工呢，姐夫。哎呀，工也不行啊！你看这门辙又下来了。俺们是打算今年就能对付了，你别总坏了啊！不是，你这都这样式儿的了，你这是啥？我感觉不是对付到今年，但是连今天都对付不上了。不是，你这个修门的时候你没看着吗？下面这个螺丝这都没了，这都没卡上。那谁弄谁弄的呀？你看这个。来的时候就这样的。啊。来的时候就这样的。它下坠了这个门，所以说你光看啊。没事的，能对付上就行。动的，你别整了，哎，掰掉了。最后这门是给我们修好了，结果临时来了个电话，饭没蹭上，走了。饭钱也省了。